si no estuviera Mozilla u otras organizaciones luchando por esto, la web se transformaría en lo mismo que los grande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masivos, o sea, dominados por unos pequeños. El proceso de definición de la calidad, ¿sabes lo que hay que hacer? De modo que hizo mi alimento de tu estado. The web isn't just something that you consume, it'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actually affect yourself. You know, we have these ideas about how the world should work, and then we tend to embody that in something that individual people can touch and be part of. But that's different.
对，那所以我可以说 Mozilla 就是一群 Mozilla 所组成的一个组织， Mozilla 就是 Mozilla 的 志愿者的一个名字。对，那我们是一群爱好 Mozilla 然后认同他的信念的人。那我一直强调说我们是一个社群驱动的模式啊。什么是社群驱动的模式？就是社群是 Mozilla 发展的基础。那我们这个组织相信透明的社群流程可以促进参与，然后可以提升责任跟信念，这是这个基金会跟这个整个全球的社群所共同的一个信念。那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啊，就是第一个是 Firefox， 大家都用 Firefox 啊，它里面有40%的程式嘛是由自动撰写的，对，就是大概就是一直都是这样。那拜全球各地的自工所赐啊，就是 Firefox 有最多语系的浏览器，对，目前已经80%了吧，那今年应该会突破100种语言。那在全球大部分的地区，所有的行销跟推广的所有工作都是由社群包办的。所以说，其实在某一拉就是员工非常少，那员工也大部分都是工程师。那除了开发以外的其他工作，很多都是由志工在进行。那另外一个很好的范例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Firefox 1.0 的上市的广告，这是2004年的时候我们在《纽约时报》所看的一个广告。那这个广告是一个很有名的广告，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它是由一个志工，就是有那时候大家就想说，Firefox 终于要推出1.0正式版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宣传它？那就有志工提出来说，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在报纸上面刊登广告好了。所以说就有一群志工，左边这边他密密麻麻都是人名，就有这一群人大家一起集资，然后就在《纽约时报》刊登了200的广告这样子，对吧？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刚刚有没看？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么一群人，我们一起向你推荐 Firefox 是一个更好的浏览器，对，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对，那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Mozilla 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是以很多很多在 Mozilla 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由志工在推动的，或者是由我们提出来，由各地的人提出意见，然后大家合力，然后公司的员工在辅助，就把事情给完成这样子。那我们还有一个不同的模式，就是我们是以开放的方式在运作，就是我们号称说不只是产品是开放原始码的，而是我们这个公司这个组织的运作是开放的，包含了大家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到的啊，左边我们的产品的路线，产品的开发路线啊，那些所有的计划都是公开在 Wiki 上面进行。那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会议，或者是很多的演讲会议，甚至是会议的过程都会在网站上面直播。那你也可以直接参与那个直播的那个，直接去参加会议，大部分的会议都可以这样直接参加，就不论是在美国开的会或在欧洲开的会都可以这样直接参加。那有些会议也有免费电话啊什么，你也可以打进去发表你的就是你的想法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我们的一些公司运作啊，像是一些会议记录啊，或者是一些计划啊什么的，都会在网络上面公开，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我们要有一个叫做Meeting Notes 的部落格，会把我们每年就是每周所有的会议记录通通公开在那边。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以一个开放的方式来合力运作。对，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要跟全世界的人一起合作做一件事情，推动一个任务。那我们想要驱动这么多，想要帮助让所有的人都往同一个方向前进，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开放的模式才有办法去进行。所以说我们不止产品是开放的，那我们的所有的公司运作只要能够开放的也都会尽量用开放的方式去进行。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有一个原因，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对，刚刚大家在影片里面其实应该有看到一点点，就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推动网际网络的开放跟创新。然后我们认为说网络是全球的公共资源，应该要保持开放易于取用。那使用者能够依他个人应该要能够依他个人的意愿决定他要怎么用网际网络，网际网络怎么用。那我们还有一个信条是商业力量在网络发展之中能带来很多益处，所以我们要维持商业目标跟公众利益的平衡，就是 Mozilla 的信念大概就是这几项。对，那大家其实可以在可以搜索 Mozilla Mission，Mozilla Mission 就可以找到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些任务的一些想法。
对，那它是一份文件，有讲了摩亚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相信什么事，我们想要推动什么事，我们邀请全世界各地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对，那这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信念，那大家相信这一点，大家认同这一点，所以我们才会一起合力去推动它，才会有现在的摩伊拉。好，那我们讲摩伊拉的信念是什么，摩伊拉的运作方式是什么，那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对，这是最重要的。摩伊拉其实除了开发 Firefox 就是开发这些产品以外啊，我们平常 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参与一些网络标准的制定，然后还有开发网络应用，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立网络设计相关的一些文件库，这是摩伊拉的几个大家比较不知道的一些工作。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专案，除了 Firefox， 除了浏览器跟 Firefox OS 手机作业系统以外，我们还有几个专案。有一个专案是我们把保护个人隐私当作目标，那我们有进行了一些专案。那接下来我会放一部那个 TED 的影片 ，TED 的影片，它是由我们的那个 CEO 所演讲的，是在摩伊拉在保护隐私方面的一些努力。这些影片跟投影片在最后我都会直接，就是我会直接在网络上面公开了，大家到时候可以直接拿投影片看投影片，然后点投影片里面连接就可以连到这些影片，所以你不用吵。2.5 billion of us around the world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that at any point in time, more than 3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can go online to learn, to create, and to share. And the amount of time each of us is spending doing all of this is also continuing to grow. A recent study showed that the young generation alone is spending over 8 hours a day online. As the parent of a 9-year-old girl, that number seems awfully low. But just as the internet has opened up the world for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it has also opened up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to the world. And increasingly, the price we're being asked to pay for all of this connectedness is our privacy. Today, what many of us would love to believe is that the internet is a private place. It's not. And with every click of the mouse and every touch of the screen, we are like Hansel and Gretel, leaving breadcrumbs of 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everywhere we travel through the digital woods. We are leaving our birthdays, our places of residence, our interests and preferences, our relationships, our financial histories, and on it goes. Now don't get me wrong, I'm not for 1 minute suggesting that sharing data is a bad thing. In fact, when I know the data that's being shared and I'm asked explicitly for my consent, I want some sites to understand my habits. It helps them suggest books for me to read, or movies for my family to watch, or friends for us to connect with. But when I don't know, and when I haven't been asked, that's when the problem arises. It's a phenomenon on the internet today called behavioral tracking, and it is very big business. In fact, there's an entire industry formed around following us through the digital woods and compiling a profile on each of us. And when all of that data is held, they can do almost whatever they want with it. This is an area today that has very few regulations and even fewer rules. Except for some of the recent announcement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t's an area of consumer protection that's almost entirely naked. So let me expose this lurking industry a little bit further. The visualization you see forming behind me is called Collusion. And it's an experimental browser add-on that
you can install in your Firefox browser that helps you see where your web data is going and who's tracking you. The red dots you see up there are sites that are behavioral tracking that I have not navigated to, but are following me. The blue dots are the sites that I've actually navigated directly to. And the gray dots are sites that are also tracking me, but I have no idea who they are. All of them are connected, as you can see, to form a picture of me on the web, and this is my profile. So let me go from an example to something very specific and personal. I installed Collusion in my own laptop 2 weeks ago, and I let it follow me around for what was a pretty typical day. Now, like most of you, I actually start my day going online and checking email. I then go to a news site, look for some headlines,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happened to like one of them on the merits of music literacy in schools, and I share it over a social network. My daughter then joined us at the breakfast table, and I asked her, is there an emphasis on music literacy in your school? And she, of course, naturally, as a nine-year-old, looked at me and said quizzically, what's literacy? So I sent her online, of course, to look it up. Now let me stop here. We are not even 2 bites into breakfast, and there are already nearly 25 sites that are tracking me. I have navigated to a total of 4. So let me fast forward through the rest of my day. I go to work, I check email, I log on to a few more social sites, I blog, I check more news reports, I share some of those news reports, I go look at some videos. Pretty typical day, in this case actually fairly pedantic,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as my day winds down, look at my profile. The red dots have exploded. The gray dots have grown exponentially. All in all, there's over 150 sites that are now tracking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most all of them without my consent. I look at this picture and it freaks me out. This is nothing. I am being stalked across the web. And why is this happening? Pretty simple. It's huge business. The revenue of the top handful of companies in this space is over $39 billion today. And as adults, we are certainly not alone. At the same time, I installed my own Collusion profile, I installed one for my daughter. And on one single Saturday morning, over 2 hours on the internet, here's her Collusion profile. This is a 9-year-old girl navigating to principally children's sites. I moved from this, from freaked out to enraged. This is no longer me being a tech pioneer or a privacy advocate. This is me being a parent. Imagine in the physical world if somebody followed our children around with a camera and a notebook and recorded their every movement. I can tell you there isn't a person in this room that would sit idly by. We'd take action. It may not be good action, but we would take action. We can't sit idly by here either. This is happening today. Privacy is not an option, and it shouldn't be the price we accept for just getting on the internet. Our voices matter, and our actions matter even more. Today, we've launched Collusion. You can download it, install it in Firefox to see who is tracking you across the web and following you through the digital woods. Going forward, all of our voices need to be heard, because what we don't know can actually hurt us, because the memory of the internet is forever. We are being watched. It's now time for us to watch the watchers. Thank you.对啊，从这一片面，其实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Collusion 就是 Firefox， 其实就 Mozilla， 其实有一部分的 Mozilla 是在是关心那个用户隐私，是关心隐私权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对，那在这方面，在隐私权这方面，我们去年推出了两样东西嘛，一个就是像一个就是刚刚 PD 里面提到的 Collusion 的那个套件，那另外一个是 Browser ID 这个就是系统登录的，就是登录网站登录的机制。对，那这两样东西其实都是针对隐私方面的一些疑虑去做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那像 Collusion 的 Collusion 很好玩嘛，我也装了一阵子了，对，看一下现在开不开得起来。Firefox 拉 Collusion 装起来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 Chrome 套件，一直停在那 Firefox 里面。然后你点下去，就会看到它的所有的记录。这大概是就是两三天前的，就是两三天内的一个记录。因为
看到每一个网站，就你去的一个网站，像是在 Slideshare， 然后像他讲的后面有哪些网站在追踪，在追踪你在 Slideshare 的一些行为，像是 Google， 你在 Google 搜索东西的时候，后面有哪些地方会去追踪 Google 的一个行为。对，那因为我这套件，因为我 Firefox 前两天有重灌一次，所以逻辑比较少，你装一个礼拜就可以，就是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资讯。那为什么我们要开发这个套件？不只是就是看起来很 fancy 很好玩而已。其实这个资料是就是你是可以，我们是可以回报这个资料给 Mozilla。那么要跟几个基金会正在研究，就是正在针对使用这个资料正在研究，然后正在就是会利用这些资料，然后做出一些研究案，然后去跟政府去跟那个去谈，然后去推动相关的立法的一些行为。对，这是一个像一整套的研究计划里面的一个资料收集的一个套件。那当然如果你有在关切那个浏览器发展的话，应该知道去年有一个叫做 Do Not Track 的一个标准，就是别追踪的那个标准，就现在已经所有的浏览器都已经有支援这个标准。那这也是一个Mozilla提出的一个标准，也是我们在网络反追踪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提案这样子。那再好玩的，大家可以没事可以装它 Collusion COLUSION，装起来放着不动用。OK， 所以你可以稍微讲解一下它如何追踪。啊，就是像你去网站如果有放 Google 广告，那 Google Ads 那边的 server 就知道你去了那些网站，对不对？如果你去了一个有放 Facebook 登录的网站，那 Facebook 当然也知道你在那边嘛，对不对？那像如果你在任何你在一个新闻网站，你按了 Twitter 的推文。那 Twitter 就会知道你在那边。那在这些公司的背后，还有一些广告商，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整个 ecosystem。那刚刚有讲嘛，就是这个领域里面最大的一家公司，最大的几家公司去年赚了不到390亿美金嘛。那大家当然知道最大的是谁啊？就 Google 啊，对啊，它其实是广告商啊。那意思是说 ，Google 允许他们 ？Google 是广告商啊，它本身就在做这件事情啊。对啊 ，Google Analytics 跟 Google Ads 这些的一些可以内嵌的套，可以内嵌的那个 JavaScript scripts， 其实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知道 Google 跟 Facebook 那边可以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每天的行为，因为你现在到任何网站都有 Facebook 的按钮，都有 Google 的按钮嘛，对不对？都有 Google 广告，都有 Facebook 的按钮，所以他们其实知道你是谁，你在做些什么事情，你喜欢什么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看什么文章。他不知道只有你的名字而已，除了你的名字以外，他知道你所有的一切。对，那这些公司的背后其实就是广告，还有就是贩卖东西的这些服务啊，对吧？那所以说，像是我刚刚有提到那个 Do Not Track 那个协定啊，它其实就是告诉这些公司说，我不要你对我进行个人追踪。那如果那些广告公司他们有良心的话，他们就不做这件事情。对，这个协定的背后的想法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让使用者能够表态说我不要被追踪的一个行为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广告的商机是很大的，那这是我们去年开始的一个新的一个领域，一个新的领域。不好意思，稍微一下，这个软体 Google 这个软体怎么会，就是 Google 怎么会让这个软体知道它给别人的资讯？就是说，既然是 Google 在赚这个钱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软体可以 ，Google 会给这个软体这些资讯？像它不会隐藏吗？像是我在像是我在那个我找一个有没有新闻网站？像是我去 Slideshare 一样 Slideshare， 但是因为我是以浏览器的身份来检视，所以浏览器知道说你去了 Slideshare 这个网站。那你在看 Slideshare 的同时，他跟哪些网站要了哪些东西，所以浏览器是知道的，所以他就可以分析出你去 Slideshare 的时候，你可以点着下去。你去 Slideshare 的时候，左边这边，他同时通知了 Linking， 因为 Slideshare 有 Linking 按钮，有 Facebook 按钮 ，Facebook， 然后有 Mixpanel， 它是一个分网络分析的一个服务，然后有 Google Analytics， 几乎网站都会挂 Google Analytics。所以浏览器它知道你去这个网站的时候，你同时跟哪些网站要了资料，对，浏览器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套件就可以分析出一个相关的一个图示来。我意思说 ，Firefox 可以挡掉这个，它
他可以写一些套件挡掉这个，因为这里刚刚。对啊，当然我们可以安装一些像是不追踪 Google Analytics 的一些套件，对啊，但是比较大的问题是，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行为，对，这才是我们最需要去宣传的，去推动的，因为大部分的人他并不知道说你只是上 Slideshare 看个投影片而已，但是你的同时会被这么多公司给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大部分人没有不会体会到这个事情，对，所以说这个专案有一个很大一部分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对，那凸显了出来之后，才可以经过一些的广泛的讨论，才会有一些下一步的一些行动。这工具应该加一个功能，帮我们挡。我们用了这工具的人就知道有这个问题。但是就像他讲的一样啊，就像蒙伊拉的信条里面讲的一样，我们相信商业力量也是有好处的，不是所有的商业力量都是不好的。对，商业力量在网络发展中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像是Google 知道我平常都去哪些网站，那我搜索的时候就可以更快的找到我想找的东西啊，所以它其实是有好处的。我意思说，它有这个功能，由使用者决定要 enable， 就是 do not track 这个协定啊，对吧？它现在是内建在 Firefox 跟 Chrome 跟 Safari 所有的浏览器里面都有内建的、啊，就是 do not track 这个协定。内建是开启。对，你要自己内建关闭啊，你要自己开启。可以，现在可以。对，现在有这个功能就。对，有这个协定，你可以勾起来，然后它就会明确的向所有你浏览的网站想表明说你不想被追踪。对，这是一个协定。Firefox 里面有这个选项。对，像 Chrome 跟 IE 他们其实也都已经实作了，所有的浏览器都支援的。那但是浏览器说我不要被追踪，就是我们使用者表明说我不要被追踪，他们那些大公司要不要听，那就不一定了。那这就是要在法律面上或者是在道德面上面继续进行的一个行动。可是你是说，因为这里面有 JavaScript 吗？是因为是 browser？ 对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安装一些套件把它挡掉，但是我们在这个套件里面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们不反商。某一档不是反商的，因为我们本身也是有商业合作的，然后我们也相信说商业力量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的决定权留给使用者。所以我们自己开发套件。对，其实现在都有蛮多套件有做到这件事情的，对啊。那我们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了，那大家知道了，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像是怎么推动这种协定。那再接下来进一步的一些行为，就可以给使用者自己决定。要不要选择启用？要不要去安装其他阻挡东西？这样子。那这是摩伊拉一个比较不为人知的一面。像我刚刚有讲到 Facebook 登录啊，大家现在都就到很多网站都喜欢 Facebook 登录啊，我也很喜欢用啊。那但是 Facebook 登录的问题就是，只要有挂 Facebook 登录的网站，它都 Facebook 都可以知道你去了哪些地方，或者是你知道你登录了哪些网站，做了哪些事情嘛。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叫做 Browse ID 的一个登录协定，就是它的。基本上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跟 Facebook 的登录一样，是跨网站的登录系统，但是他是不通过 Facebook 的这种商业公司。那他是一个开放的协定，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加 Browse ID 的伺服器。那如果只有 Browse ID 登录的网站，他当然就可以透过这个协定来登录。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去年所推出的一个新的一个协定。对，那我们俩做事方法其实大概都是像这样子，我们推出协定，开放了一个协定，然后推动让大家去实做它，然后去提供。在商业的服务以外的一些选择，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领域上面所做事的方法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有在写网站，有在写网站的话，你可以看到 Browse ID， 就是 Google Browse ID， 就会看到一些记录上的细节。它其实跟 Open ID 很像，是 Open ID 的后继子。好，那还有一面就是摩耶拉，还有一面是大家不太知道的一面啊，就是我们也在教育方面，我们也有一些专案，也有一些努力。那我们认为说，刚影片里面其实有讲到，我们认为说网络创造的能力是每个人都该拥有的一个基本素养。对，所以说我们也开始推动一个叫做 WebMaker 的教育专案，然后目标是要协助下一个世代，就打造一整个世代的网络创造者。那我有两部影片给大家先看一下，就是这个专案的一个概念。
Association of Webmakers. My name's Garrett. I'm 14 years old, and I'm a webmaker. I have the power to create something that can help somebody else. I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that could maybe help the homeless or help sanitation in the city. I like creating things that no one has done before, creating new things that are different. You gotta hear other people's opinions, and it's a place where people could openly share their ideas and collaborate with other people. You can stay so current all the time because we can interact with people so easily. My favorite thing about the internet is its size. Like, it's just a really big place. And when you have something that big, there should be something for everyone. Webmaker 这个领域，就这个专案呢，也是我们就是最近开始尝试一个新的方向，就教育方面的一些议题。那我们放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很多很多的资源在这个领域上面，因为我们认为说，网络既然现在已经无所不在，就你不论何时都已经连接在网际网上面了嘛。那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在网络上面发声的能力，那你就等于就是失去了表达自己意见，失去了表达你个人的一些能力。所以我们认为，网际网路的一些开发跟创造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一个基本素养，对，那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素养，所以说就有了这个专案。那这个专案接下来在接下来两堂课之中，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工具，一些我们开发过的一些成果，还有一些工具。所以说，就莫尼拉其实就是一个充满创新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持续网路自由跟创新在努力。那其实，我们又来参与了很多很多的变革，那促使网际网络发展，改变世界面貌。那其实，在等一下Webmasters的内容之中，还会再提到很多我们又来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到底促使网络变成了什么，改变了哪些地方。对，那所以说，我们又来其实不只是一个浏览器的厂商而已，那我们也不只是一个就是浏览器的支持者而已，我们其实是一个有一个任务，那有是全球有很多很多的志工一起在向同一个向这个任务。在一起去努力去合作。好，那上课还有五分钟，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影片，先跳过去影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短片。这短片讲的就是莫伊拉的一个故事，这样子。Resource for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Mozilla project. They began by making a new kind of web browser, what we know today as Firefox. And they made it a non-profit, so it would always put the people who use the web first. More than software, it was a platform that anyone could use to build on their ideas. The nuisances diminish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web we know today began to appear. Now, the web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build almost anything you imagine. Mozilla and Firefox exist to help people everywhere seize this opportunity and to stand up for users in a world where choice and control are too often at risk. But what if Firefox was just the beginning? What if it was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From user privacy to Firefox mobile to apps and identity, we're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web every day. And we're going beyond software. We're helping to build a generation of webmakers. We believe the web is a place where anyone can come to build their dreams. It's why we make Firefox. It's why tens of thousands of volunteers help build our products. It's why hundreds of m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use our software. But most importantly, it's why we always put you first and stand up to those who don't. Millions know us for Mozilla Firefox, but we're about so much more. We're a non-profit fighting to protect the web we all love. Join us. We need your support. Make a donation today.大家知道摩利达是非利组织嘛？那我们最主要的那个营运的成本是，就是营运的资源啊，是来自于 Firefox。就是你使用 Firefox 的时候啊，只要你搜索，那你搜索透过的那些网站，包含 Google， 还有包含 Bing 啊，包含 Yahoo， 就只要你搜索的话，他们就会分红给摩利达。这是摩利达最主要的一个营收来源，就是过去这几年来，对，那。捐款也是一大部分，就是说每年我们都会跑捐款的专案，这是摩利达的一个维持营运的方式。那这部短片其实就是说，就是为什么会有摩利达这个计划，最早是什么背景？就是其实是浏览器大战之后的事情嘛。那这个计划如何的慢慢演变成为现在这个规模？然后为什么我们现在又投入了教育跟投入了隐私这方面的一些研究，一些专案？其实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这样子。好，那这堂课应该是到10点那一堂，对，那我们时间刚好，我们就先到这边。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先介绍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往楼下201的教室移动。那我们